看啊，我好久没坐摩托车了。哇，欸，这是阿呆给七大戴的安全帽哦。啊？上面还有名字。哇，以前七大都戴这个哦。今天我要当阿呆的七大。看，好可怜哦。我要载你，我真可怜吧？怎么载我？什么看见什么叫载我可怜？很久没载人家载你。很久没载人家载我，老师哎，我很爱给你载哦。哎，欸，呀，啊，你不是都会帮马子扣？我怎么没有帮我？帮我弄长一点啦，快点啦！哎呦，可以吗？哇，阿呆帮我扣安全帽。哦，好高哦！哦，好重哦！加小。哦，好走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上州夢天堂。好，哎，皆さんごきげんよう。今天买好了，南港到高雄。老师问小明说他有没有看过龙，他说没有，但我爸爸看过。老师说为什么你爸看过？他说因为我爸以前说他被一条龙服务过。嗨，阿呆你好，阿呆你好，你好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我要介绍这个，是我要跟他讲，终于看到本人了，不是他跟我讲。你这有也不是泰山，这是妈妈杀手，家庭主妇偶像力，公公力，我都没跟他讲，他不知道是谁。哎，我跟你讲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没有先估车，先吃东西。先吃东西。对，吃完跟他出低一点，他不卖我们就回家。他一定是想说，如果先请东西吃，我就不好意思跟他扣太多钱。没有，还不会这么想。所以我还不知道什么车。你不知道？对啊，我们都知道。废话，你们当然知道。哦，晒到太阳了，晒到太阳了。天气超好的。哦，台北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太阳了。哦，很久没看到太阳，每一天都这样子。哎，而且它这个太阳照不会热呢。哦，好舒服哦。北部应该比较冷吧？哎，那冷死，还下雨嘞。哎，阿呆，我们来五金行吃东西。我们来五金行吃东西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买食材，对，然后上去他会帮我们哦，是哦，烹饪，哇，好有趣哦，买食材上去他帮我们烹饪，对对，哦，是哦，对，超酷的，哎，欸，真的，啊，你看超酷的，里面都是食材，就交给老师了，好不好？我负责拿篮子，可以先吃看看，哦，好啊，来，我画纽约客九州鹿儿岛产的，128克。A5 的，你以为我会表现得很惊吓吗？对啊，这种东西他妈的，这样平常三天两头都在吃，就我上面欢喜耶。哦，沙朗，来看，这里都有，哦，沙朗头 A5 的，也是鹿儿岛的，这个就稍微油花这边就稍微比较瘦一点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充满油花，白的都油花。对对，基本上你放在嘴里满嘴油。就是你看他连菲力都这么油。哦，菲力 A5 菲力，哎，你有看得出来菲力较贵，对，菲力的单价1200，对，所以菲力比较贵，沙朗牛也特别便宜。刚好可以比较看看。哦，这个也很好，但是比美国牛，比完之后就知道了。阿呆这块你，哇，哎，这个也是现抓现夹，拿手伸进去抓。哇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，这是什么？猪肉饼，还有蟹味棒，都那么大只，这很好吃哎，你要不要吃？好啊。那今晚要结账呀？结账。好了，
啊，终于坐下来，慎重介绍一下。我们聊了一路了，你有没有一些端倪？还是没有？这个是台湾烘焙王。女生打老师，好不好 ？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有准备东西。有没有？怎么认识的？怎么啊？我老婆去上温泉的课，这个是师奶杀手。不过要先请他帮我签个名。好，来 ，OK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拿东西给人家签，上一次是谁？刘德华吧。好 ，OK。有没有？老师自己有在经营直播粉丝专业，对，都有。IG 哦 ，YouTube， 梦幻联动了没有？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东西，做烘焙跟他卖汽车也可以弄在一起。不要这么讲，我也很喜欢汽车啊。对啊，因为他是说他有在看我们的影片，都有在看，都有在看，都有在看。今天真的很难得有机会，刚好他家里的车要补，就我们一来二话不说，先穿几兜啊，吃完等一下这个再去处理车子。哎、欸，今天为了他，我们也是特地六点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六七点我们就出门了。老师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最近哦，忙线上课程啊。哦，有线上课程哦。有，还有不知道有线上的。有啊。线上的你哪拉袂好，你哪知？他可以反复看。哦。他可以反复看，因为线上课程就是可以反复的去观看这样子。不过现在没有开实体，应该现在实体可以开了吧？有啊，现在也有实体课啊，我们就是实体线上都有这样子。真的很忙哎，那要做一些顾问，做一些讲师，还要开课，还要直播，还有 Seven 可以买得到我们的面包，哎呀，肉桂卷，有上肉桂卷，可是你通常买不到，因为上去就被扫完了，缺货。对啊，大缺货，好吧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厉害，老师，你们自己去 Google 一下，这边女生打老师。金金还来，金匠师奶杀手不爱骗骗呐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那个受众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跟我们反过来，他的女性群众是97%，你们都是男，我们是97%是男的，喜欢车子的还是男生比较多了、啊。蹭一下，蹭一下。要买车可以找小吃汽车哦。我老婆有一阵子在封这个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哇，林金呢，我跟你讲，好了，那就看我们慢边吃边聊。他、啊、这个很特别，这件。我们已经把刚买的肉送去料理，而且他那边料理是免费的，你只要在这边买，你不要他妈自己去顶好买拿一下的料理。所以他刚才会看那个货单呢、啊哦，才知道证明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在这边买的，而且火锅啊什么都有，在楼下买完食材，龙虾什么的，上来就直接处理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用餐。阿呆第一次遇到这种爽缺，好不好？先客，换料理，干杯。哦，干杯来了！来这边，这边。这个干杯上来，真的啊，来装啊，好吃，好吃。车子，你再吃看看这个汉堡肉，它这是和牛做的汉堡肉，这是和牛汉堡吗？对对对，而且它是炸的，现在熟，好脆。嗯，哎、欸，它真的很有诚意，你看那个肉那么多。看它的调味就是只有用盐而已，哦，就可以吃到肉的原味。洋葱、胡椒、盐。哇，肉很多哎，一颗多少钱啊？一颗49而已。这真的是49块，那好便宜哦，台北才89吧，很大喝哎，这一颗灌下去就差不多饱了，应该不会有，肉质还在，但不会有。它这个真的 CP 值超高的。吃菜棒，吃肉棒。可是这到底真的还假的、啊？当然是假的、啊。对、啊，看起来是假的哎。漂不漂亮？这个甜味有出来。这沙朗哎，那个菲力，九州鹿儿岛产的。来，我拍你吃一块，快看一下你有吃过那么贵的肉吗？哎、欸，你要先吃菲力，真的先吃菲力，然后你沾一点点这个，哎。可以啊，不用，你先吃一半了，不用勉强，有没有一咬就断了？形容一下，还是我没有吗？不会形容啊，很软，另外这样收恰恰，表面那里哇，里面却还是这个五分熟。嗯，你到底有没有吃到那个牛肉肉汁的甜味啊？不知道，那时候没有讲。那么甜，你为什么没讲？完全不会讲吗？
而且重点是它没有血腥的味道。你到外面吃牛排，点个五分熟、六分熟，吃起来都血味。你有没有吃过那种牛排？血腥味啊。对啊，和牛血连血都比较甜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这个更油。其实我喜欢吃油的，这个是沙拉。哦，油呀。来，换个，都吃地沟油长大的，哇，这比那个好吃好多，油很香吧？嗯，那个整个咬下去，那个油的香味整个在嘴巴里，棒！纽约客，他就是美国的乐眼，就把阿呆的，刚看这一片的价钱，说阿呆真的好吃吧？没有啊，这个是比较适合他不敢吃这么油的，对对对，欸，你像我老婆她就会吃这个味道，啊，我就会吃这个。我喜欢那整块都是白色的那种鹿儿岛产的纽约客黑五纽约客。纽约客，嗯，你表演方式都这么浮夸的。我想不同层次的东西，这个的油跟肉的感觉就介于这两个之间，因为它的这一块煎的比较脆，所以它表皮很好吃。不信我加一块，阿呆吃看看，一口，它皮很脆，对不对？它皮是脆的，皮很脆，它里面很软，有没有喷吧？啊，它的那个软硬度就介于刚刚那两个中间，好吗？这个又比刚刚那好吃一点。可是你知道哪个最贵吗？二的，这个最贵，这个是1200的，这杯力是1200，好，100公克1000，对，这个是1000，100公克1000，这个是100公克1000。所以阿丹，你下次来可能会拿纽约客，你下次来会拿纽约客，嗯，好，那吃一个美国的，不要看不起美国，好不好？这是乐眼，对，嗯，肉味。坦白说啊，比 CP 值来讲，这比较高啊，这肉就比较有嚼劲。这一片才多少钱而已，所以 CP 值来讲，那个比较高，因为它不会让难吃，它不是难吃，它是好吃的，有肉味，然后有嚼劲，也不会让你咬不出来很老，而价钱差了好几倍。但本身呢，我还是和牛派人。妈，我前两天才买了20000的和牛冰在冰箱，快的。冰箱可以吃吗？肉我怎么不能吃？不要拍给营养师看就好，像我也不敢拍给他看，我已经连续3天不敢拍给营养师看，你知道吗？有创教是3天多堕落吗？我都不敢拍给营养师看。我跟你讲，拍3天没拍，他现在一定都在喝酒啊。我们应该是说好一起堕落啊！快吃快吃，阿呆快吃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，上州夢天堂。吃饱了还外带，我们三个大男人也把它吃完了，反正以为吃不完呢。很饱啊，它超饱的啊，还有3颗，哎，一个人这样平均吃起来2000多块一个人，一个人哦。可是那个肉是和牛，是吃到让你头一种哎，所以现在就知道一个人如果大概2000块预算，大概和牛可以吃到吐，干贝也吃到，和牛也吃到，汉堡肉、寿司、汉堡、和牛、汉堡肉都吃到，赞，值得，这一趟值得。所以大家送我们回车站了吗？没有，还要哭车啊，要去哭车啊哈，结账8000多让他买单呢。缴停车费，我们还在白吃白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所以拿车，他多买一点。什么叫多买一点？景峰就在那里了，怎么多？好了，错了，我们去估车了。上工了，上工了。2014年的328 GT。哎，你看这多漂亮的一个社区，高雄真的是好地方。1000多万，贵懂哎。车停门口，然后邻居妈拔完菜妈放门口，是不是好地方？南台湾小姑娘。好，先看车，先看车哈。吃饱就是要上工。看 logo， 看一下跑几公里，88000。你看，他是不是停在这边，然后都侧头在晒太阳？所以就晒到裂掉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喂，非常之好。2020年的胎，然后这个是 M 的，只要 B 链的碟盘会波浪纹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波浪纹的有没有？哇，它这是 M 版的方向盘，方向盘 M 版有那个延长的，你看，那呢？可以拆下来。不是，它没有装好啊。是啊。之前不知道弄什么没装好，我刚刚一摸怎么松的啊？所以我想说它是不是没装好？哦，它是下面卡不进去。下面脚断一只，
这边。什么？我刚一摸就是翘的、啊，电装的。OK 了，好不好？饭也吃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可能都吃了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关？不好意思、啊，我马上按地可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就唯一耶，这是唯一耶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人家打开过啊。为什么这是 S drive？ 这个哎、欸，这个当初是美规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啊，怪，我想什么 X drive？ 什么意思？四轮传动啊。你看我都搞不清楚就来了我刚才他拍个车头照片给我，我说328，妈的，那我就来了。我怎么搞不清楚？来，现在我才发现是有四轮传动，刚才看到，看那个 X drive。我跟你讲，直列式的引擎啊，它为什么叫 X drive？ 你知道吗？正常来讲，直列式的引擎，对不对？你要四轮传动，可是它的 BMW 引擎因为很靠近挡火墙，所以你一插出来，其实已经超过前轮了。那你要怎么四轮传动？所以它好像是先插到这个驾驶座这个中央扶手下面那边有一个盒子，类似变速器的盒子，然后再分配到四个轮子，所以它已经超过又发分回来，不是插出来传动轴插出去，一般的是左右插出来，然后中间一根，它是到中间以后再分成四，所以叫 X drive， 像 X 型哦，过头再回来。今天这个除了看吃和牛以外，大概能够拥有的知识也是这个部分而已。家里、欸，家里的电梯啦，安装啊，有没有很长面提花？耶、yeah, ！我跟你讲，和牛吃了一两个小时，弄这个弄五分钟，还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室内电梯，好不好？我从来不知道吧，家里有电梯是什么感觉，今天终于知道了。高雄真的是好地方。那今天这个，谢谢吕胜达老师，再把他的那个资讯再放一次，不然我们下次叫他来教我们那个，要教我们做什么？做吐司，松饼，松饼比较简单，舒服嘞，舒服哦。我另外去餐呢，有啥厨师去餐呢？哇，那个你去那个 Seven 那个盒子上面不是都会有穿白色厨师服啊？去一点安呢，哦，哎，看起来这种专业感，我安尼有哦，阿来安尼有哦。今天非常谢谢吕胜达老师，那我们这次的高雄之旅非常的丰富，带我们去见识了不一样吃不一样的东西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而且他刚刚沿路都在导览，导游真卡怂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啥？哦，嘿哦，嘿，慈济的 key 啊，真的是在地导游，哦，沿途这样带我高雄市几乎快绕一圈，啊，嘿，高雄港真爱码头，真爱码头，救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不要耽误老师太多时间。好，下次看有没有机会下来台北教我们做舒服哦，舒服的，舒服哦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舒服。来，这样转到，我都不知道还有那么多配备啊，我不知道还有四轮传动哎，因为他当初有传车头照给我，怎么知道啦？他跟我说328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抬头显示器哎，上次还看，现在才看到哎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看有跟车哎，右转，这个有跟车，他这边有啊，这个哈真的是有认识。真的是我老婆去上烘焙课，老师是平常就是有在联络的，就是因为他跟我老婆讲，他很喜欢看我们的影片嘛。那我老婆跟一群婆婆妈妈也都是会看他教的那个啊，怎么做面包啊，怎么做贝果啊什么的啊。所以我想说，好吧，他这样讲，我就报一个高高标这样。那真的是有那个啦，有报朋友价啦，不是我们每次都说出来，好像我们都买很高。我讲实在话，他家那边转进去路口就两间车行，走路三分钟就有两间车行了呢。也不一定啦，人家搞不好真的没问，就是我讲多少他就 OK 这样也有可能。但是我是认为说我报的价钱也没有对不起朋友，只是说我没有抱着有这些配备的心态来的，好，这样 OK 吧？我这样这种说法可以接受吧？如果有的话就坦丢啊呢，因为就算他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是坦丢嘛。啊，我就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干，好像不是跟车哎、欸，好像是车道边移警示而已。可是他换一台车呢？那是什么定速？看你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呢。现在定速吧，它没有什么 seat 啊，然后什么 seat 没有啊。快撞到了呢，啊，撞去了呢。定速啊，干！哦，我好失望。好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干没有啦，干。
有，今天带你去高雄，带着现金一大把，开回在328，回程带着888，回去再削一波啦。噔噔噔，这样都这样就对了啊！要逼死谁？所以你刚不录，真的在想这个是不是？我昨天晚上在想的啦。我笔记写3-4张，还怕人家不知道，还拍出来嘞。你每当做笔记的时候，怎么没看你拍过？你有做笔记吗？我靠，随便吹一番讲一讲哦。你以为他妈旁边做个妹，然后出去他妈绕一圈回来就搞定了这样啊、哦？没有那东西，我是要在阿呆在泰山的命而已，好不好？开玩笑。哎，好，搞定了。总结一下好不好？车子还蛮好开的啦。把今天的故事再梳理一遍。这是一个蛮有名的烘焙老师。他就线上问了2014年的328，拍了张车头，然后我就随便回了他一个数字，然后今天下去他就先安排和牛请我们吃，吃完就附在车很快。啊，这个2014年的328它是外汇的，跑88000公里。好，我刚有认真看是公里，我很怕是买。对，公里哦。对，是公里，我有看是公里，它是328 GT， 所以它是五门斜背，我很喜欢五门斜背，五门斜背后舱真的很大，而且我觉得328。的 GT 跟4GC 都很好开，空间利用又够，所以我想要过年前又是朋友，给他一个好数字，好不好？去的吃饱，牵回来舒服。开起来目前底盘没有声音，那引擎不用讲了，328本来就很会跑了，而且它这个 M Sport 电板方法，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方法有点太光亮。不过它开这个里程，我是觉得还好啦。不然照他这样讲，他让南北跑要去当讲师上课什么的，还要去统一当顾问，我黑马就没赢哎。他今天也特地谢谢他抽了一天的时间，这个也是每秒钟70万上下的人，弄陪我们瞎搞了一天，还花钱请我们吃饭，还有我刚刚都不好意思杀价，对不对？一般想说，哎，这方盘扣点钱，碟盘扣点钱，我想说啊，刚那顿8000多算。真的啊，我真的这样想的啊，因为8000多真的很多呢。对啊，请我们吃8000多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与其不论这个价钱到底是不是他在当地估没那么高或什么，我们不要这样想。但我觉得这个高雄人的热情就是舒服，我们已经好几趟都有接收到高雄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其他县市要加油啊，不要他妈的估车拿了2个礼盒，妈的，就想打发我们啊，为了8000赔了3万。有没有可能？哦，然后他这个后来发现，因为我刚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看的，我就大概看他有没有事故啊等等的，但是那个没有发现到，其实他有抬头显示器。那个画两条路的是车道偏移辅助啊，会震动。画一台车那个是你快撞到前面，他会警示，不会踩刹车。然后有方向盘快拨，328本来就有，我还蛮满意的啦，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没有盲点而已。啊，这黑天棚的 M 版，那最后我们跟他收购的价格是。一毛都没杀，好，我跟他报价就是报价，来这边是买，为了8000多块的和牛，一毛没杀，高雄把它开回去。可是我跟你讲，328 GT 这个车很奇怪，外面有一些车行啊，有些同行啊，不喜欢卖这个车，不会卖这个车，他觉得这车很丑，就跟什么一样，二系列的 AT 一样，二 AT 是5门的那一种，那个很多车行其实都不喜欢，那我很喜欢，我超爱3GT 的，因为我觉得开起来好开，空间大，喜欢这个甚至超过沃根，因为我讲过我不喜欢沃根车型的。所以这种感觉，沃根跟 GT 的感觉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 ？GLC 跟 GLC 口碑，我觉得 GT 比较有那个口碑感嘛，比较流线。对啊，后面斜下，你看现在后面尾翼升起来，我拍得到，拍得到，我后照镜就看得到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觉得它有那种流线感，还至少有大空间以外，它还保有那个口碑的那种流线感。可是很奇怪，很多同行就不喜欢卖这个车。我之前买过好几次了，看到 GT 我都把它买回来，因为我就对这个车还蛮有兴趣。好啦，最后这个2014年的328 GT 四轮传动哦，对，四轮传动，我也是来才知道四轮传动。最后我们这个收购价钱是跑88000公里，车很漂亮。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分享一下。下次见，下次看我们再去哪个县市吃吃喝喝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每次到高雄。台中以南啊，真的心情就特别好。台北，然后那种阴天啊，要雨不雨，要他妈又冷，然后这样一阵子，然后忽然来到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，就觉得整个心情都觉得很舒服，都乐观起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觉得你要搬到中南部住，你的病才会好。你要不要考虑住点？对啊，我帮你派到那边来住点，要不要？对啊。你有那么阳光吗？但人家就算给你住在阳光的地方，你也是关在房子里，会不会？会哦、你也不会出门啊？不会出门哦。对啊，妈的，他们讲说什么心情好起来，而且那个高雄的风吹来啊，非常的温和。台北的风吹来，仿佛都叫你赶快去赚钱。啊，寒风刺骨，干他不赶快赚钱，冲三角。